哦，我的老天哪！糟糕！哦，我的老天哪！糟糕！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在户外碰到了一只可爱的小企鹅，跟企鹅做起了朋友。这时巫婆小猪飞过，将猪爸爸变成了企鹅的样子。猪爸爸非常的担心。小企鹅叫来了小猪佩奇，小猪佩奇用他的魔法棒将猪爸爸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黄色、橙色、青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